路透三，浩然弟弟喜提豪华座驾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特大好消息！这款2018限量充气小恐龙，霸气的外形，时尚的配色，让你上班路上都是秀场。哇！不要998，只要188，马上带回家。它还是当今最潮的社交神器，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，每次我吃一粒米。你怎么搞得跟阿凡达一样，骑着个大鸟飞来飞去？有了它不怕没朋友。伸出来了，伸出来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男女老少都跟你走。它是个龟还是马呀？你怎么能说它是龟呢？别乱开车，我来给你驾照。提保。哎呀，别了。车。是没气了吗？不，它冲一会儿就有了。起来了，起来了。采用空气动力加人力双动力，环保是它的优点，但缺点是，特别恐怖。打气一小时，行走三分钟。这个速度还是有点慢。走，小龙。好。天亮就出发。也许再穿过一条繁华的河流，明天就能够到达。我们的建议是，就像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啊，时尚贵族们，赶紧入手。